刚才跟你说，化学变化就会产生新物质。我们可以从一些现象当中，我们可以确定它是有新物质产生的，所以就表示确定它是会有化学变化。比如说，沉淀，本来没沉淀，后来有沉淀，表示有新物质生成。二氧化碳通过澄清石灰水，产生什么沉淀？什么颜色的什么沉淀？什么颜色的？这是两个问题，一个人一个回答就给我就好了。什么颜色的什么沉淀？黄维轩，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，产生什么颜色什么沉淀？我要的不是混浊，不过没关系，告诉什么颜色混浊？白色混浊。那混浊是什么东西？那混浊是二氧化碳啊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那混浊是什么东西？什么碳酸？什么啊？碳酸钠、碳酸钙、碳酸镁、钙、碳酸钙，请坐。OK， 好，硫代加盐酸，上个学期教过你，要让你背的实验，产生什么颜色什么沉淀？那个看那个反应速率的，看那反应速率那个实验，啥颜色的啥沉淀？帅哥男，二七，二七，起立。硫代硫酸钠加盐加硫加盐酸，产生什么颜色什么沉淀？黄色什么？硫。你有好同学救你，你坐。黄色硫沉淀，确定有新物质产生沉淀。碳酸钠加氯化钙，教周期表的时候教过，就是下面这一句。碱土族的什么什么盐会沉淀？那个来前面这句，碳酸钠加氯化钙产生什么东西颜色什么沉淀？不在。韦崇文，举例，什么颜色什么沉淀？不知道。还不知这里正正站着，等一下。重点就这句，这句我要你背过 N 遍。碱土族的叉叉盐跟叉叉盐会沉淀什么盐？这里已经出来一个了，这边已经出来一个了。碱土族的叉叉盐跟叉叉盐会沉淀。停车站借问，来来，伟大哥，谁会沉？什么盐会沉淀？还是不会啊？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什么？你有讲话吗？你有讲话吗？没有，先坐。这件事我要你背过 N 遍，这件事我跟你讲过 N 遍，要你背。碱土族的碳酸盐硫酸，碱土是谁啊？铍镁钙四倍，碳酸盐硫酸盐，碳酸镁、碳酸钙、碳酸镁、硫酸镁、硫酸钙、硫酸镁会沉淀，会沉淀，不要动。好吧，这边结束。好，会沉淀，生成气体，会有反应。没有气体，里面有气体，谁啊？碳酸钙加硒盐酸，简单吧？啊，伟大哥起来了，给你个机会。碳酸钙加硒盐酸，二氧化碳，你说，没气体，有气体。双氧水分解也简单吧？双氧水分解也简单吧？不晓得。双氧水分解会产生氧气。然后你背过，我要你背过 N 遍的，活性大的金属加硒酸，产生什么气体？
活性大的金属加烯酸，还能怎么气你？又是伪崇文，加。氢气，请坐。活性大的金属加烯酸会产生。颜色变化，但不是刷油漆的颜色变化。氯化亚钴，原来什么颜色，后来什么颜色？氯化亚钴，原来啥色，后来啥色？还有吗？氯化亚钴原来什么颜色，后来什么颜色？来，你先不要，因为我现在已经要下课了，我没有那么时间给你弄。来，我直接告诉你答案，到时候再问你。有水的氯化亚钴粉红色、红色；没水氯化亚钴蓝色。考一考是让水跑掉，所以从有水变没水。刘三同，换你继续。可爱的潘大哥人好。刘三同，有水什么颜色？没水什么颜色？有水变没水，颜色怎么变？还是不会，好，没关系。怎样？蓝变白，白变蓝，蓝变白，请坐。蓝色变白色，酚酞、酸碱指示剂、氢氧化钠通入，先是有氢氧化钠，再通入过量、足量的二氧化碳，颜色怎么变？陈小鱼，不知，不知，请坐。碱性是红色，酸性是无色，这以前要你背的，后来会再出现。好，来，我刚刚讲过产生气体，这些都是会生成气体，生成某种气体的反应。我给你的那个复习讲义总结里面都有写过，请你一个都给我看，一个给我记下来。电解水，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教，电解水正极产生氧，酸氧水分解，二年级教过了，生成氢气，叫你背过了，活性大金属加烯酸，电解水复习也是三下的时候教，电解水的正极产物、负极产物。碱金属加水，周期表的时候教过，碱金属加水产生氢气，二氧化碳，碳酸盐加烯酸，那你背还记得吗？碳酸盐加烯酸产生二氧化碳，酸的通氢的重点，碳酸钙、氨基酸加热会分解出二氧化碳，葡萄糖发酵有二氧化碳，做酒的时候有二氧化碳，还有有机物燃烧会有二氧化碳。这些我在给你的复习都给你整理过了，你给我记下来、背下来。还有哪些会产生氢？哪些会产生氧？哪些会产生二氧化碳？以上就是你该背的事情，可以吗 ？OK， 很好。